者洛子新台北报道，陈晓东推出新单曲《女人都差不多》，借由歌词表达对老婆、女儿的爱。出道以来了一直给外界暖男、深情王子形象的他，却自认不是当暖男的料。他说：“大家都误会我了，我其实不是浪漫派的人，我老婆反而比较懂如何花点小心思制造浪漫，像是一起拍搞笑影片或照片，或是找我一起去看电影。不过他偶尔会说些肉麻话聊老婆，曾问对方，你知道我跟唐僧有什么区别？他取经，我取你。”被工作人员亏功力超强，陈晓东婚后先少拍摄亲密戏，这次 MV 却找来年轻美眉排队首戏，两人互动彬彬，熊抱四眼相对，自拍滚床样样来。更有一场戏是女模直接扑进陈晓东怀里，让不少工作人员羡慕又嫉妒，问岂有无报备。陈晓东说不用报备了，不管报不报备，这支 MV 都还是给他呀。透露老婆明白都是为了工作，但他补充，我拍完后给他看画面，他就哼了那么一下，哈哈，不过后来没事了。2018陈晓东 PLAMATXD 世界巡回演唱会将于7月28日登场，门票可洽在玫瑰大众售票网及四大超商。陈晓东和女模拍亲密戏没报备，透露老婆看 MV 画面有假装小吃醋，互动十分可爱。火爆娱乐提供陈晓东拍摄新歌 MV 女人都差不多与女模亲密互动，火爆娱乐提供陈晓东与女模亲密互动，熊抱滚床单，让工作人员超羡慕。火爆娱乐提供。